大家好，我是范明熙啦，我是今次小 V 的导演，就是一首歌的导演。这首歌呢随便放闪，就是讲我的日常生活啦，包括我一起身就挂着玩手机啦，挂着拍照，铺很多漂亮放闪的，很开心找了 Kelvin 导演去帮我拍啦，他都也都想了很多 idea 去说怎样在这里放闪的，你讲一下。好啊，其实我们足足用了两日的时间拍摄啦，希望想令到个 MV 的内容丰富一点，我们有在室内室外取景的，刚才小 V 都讲了，希望围绕着小 V 的日常生活，尽量令到他捕捉他多些放闪的时间。咁我哋咧就譬如有去咗一个室外一个浴缸度拍啦，咁亦都喺一个屋嘅天台上面拍。咁今次阿小 V 亦都邀请咗佢本身自己嘅狗狗过嚟一齐拍。咁其实我觉得个效果好温馨，好 sweet 嘅。咁亦都带出咗好多小 V 好靓嘅一面。系啊，好多谢导演 Kelvin 导演，不过揾咗好多好靓嘅角度。咁话观众咧，你觉得观众你可以期待啲咩嘢咧？我觉得观众应该可以期待，我哋出嚟嗰个 MV 其实个效果都几好嘅，虽然系依家我已经剪咗短头发啦，但系其实我长头发都好靓噶，希望大家多多留意，多多支持啦。好，系，唔该晒 ，thank you。